得我第一次来乌来的时候是跟我的堂哥，因为他的关系，然后就来到乌来的某一村，然后去吃尊鱼。那一天来的时候是来匆匆去匆匆，但也是纯粹就是为了要吃尊鱼，然后跟他朋友聊天。我应该算是我堂哥的司机吧，就是因为那样的机会之下就来到乌来，那吃完尊鱼就走了，所以对乌来的感觉是比较模糊的。今天行程就有几个地方我还蛮喜欢要特别介绍的，就是碧潭吊桥。走在吊桥上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河面上很多人在那边骑水上脚踏车，我觉得很是情侣他们去骑脚踏车。过了吊桥的对面有一个叫河面山步道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去的。去那里我觉得要有相当的体力才能走那一条步道，不然的话今天去的时候 有看到工作人员可能因为要走那步道就很累这样子，那我觉得很适合训练体力的步道。接下来就是到了乌来的同后溪，从管制站开始算起的话，大概3公里处有一个马路旁，就会看到一个小号的瀑布，我觉得那个瀑布很漂亮。然后今天来也特别停了一下，然后再次把瀑布的美景再一次给它拍下来，我喜欢那种感觉。然后我面对着瀑布，我大声喊了2-3声吧，好，就像泰山的声也好，把瀑布讲错了，应该是那种很霸气，就像莫那鲁道的声音喊了一声。往乌来之前经过北宜路，路旁有一家叫一碗小羊肉，那这个小羊肉呢，我曾经因为工作的时候我经过那里也会去吃的。今天有这个机会又再次来到那一家店，哦，又看到这么熟悉的老板老板娘，亲切热情的招待我们。我觉得这羊肉它的羊腥味不会很重，这是第一个，然后再来是它的汤很清爽，然后吃起来不会觉得羊味太重这样子，所以我还蛮喜欢在那里吃羊肉汤。我在拍赛德克巴莱的时候呢，我们到了一个场景，就是乌来的同后溪，然后大概在5公里处吧，旁边有一个小小湾河这样子，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方，在这里也可以钓鱼啦，也可以烤肉。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拍片在这里有烤牛肉啦，然后跟一些工作人员跟演员们都会在这里很高兴的这边烤肉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。然后如果说一直待在都市的朋友们，然后也想要享受大自然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烤肉，玩水，夏天快到了，这个地方也可以到这里来游泳，然后感受一下乌来的溪水是多么的冰凉。